不是985，也不是211，仅仅成立十年就扬言要超越清华北大，它就是南方科技大学。那这所思维学校究竟有什么来头呢？南方科技大学在2021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排名第251到300位，在中国内地高校第8位，紧随复旦、浙大、交大。虽然仅仅成立了十年啊，但是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承担了各类纵向科技计划787项，发表学术论文已经达到了4247篇，获取专利数有40多项，化学、材料科学、工程类、临床医学学科更是已经进入到了 ESL 全球前1%，实力不可小觑。南方科技大学对于学生的投入可谓是全国第一，一台设备就抵香港大学整个实验室。抢眼的师资力量，拥有46名院士，超过90%以上的教师有海外经验，提供国外一流名校的交流和升学机会。所处深圳呢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90%的学生都可以去到华为、腾讯、招商银行等上市企业工作，怪不得比不少985院校还要抢手。如今呢，南方科技大学正在以深圳速度向前发展，已经赶超了国内一大批双一流大学。那未来比肩清华北大，你觉得还会远吗？